现在这个呢，我们就把这两张图，我们一起先抓过来哈。打开了之后呢，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张先丢过来，可以吗？好，把这一张我们就先把它丢过来。那当然，因为这一张这样的话是比较大一点点，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先稍微把它怎么样，稍微缩小一下，就是大概符合你想要放的，就是在跟衣服的大小差不多这样子。那缩放的，记得对不对？从哪里？是不是从这边？你看它的快速键是什么？T，因为变形的英文叫什么？Transform，有没有？transfer 才是转送吧？传送，transform 是变形，好、哦，变形，好，那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当然，如果你不要用这个，其实如果你在这个工具，我们没有提过这里哈、哦，你用这个工具，其实这里有没有？你可以打勾，有发现这样就看到了吗？可是平常其实比较少这样做，因为平常比较少这个一直开着，因为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就动到，然后他就问你要不要确定有没有，这样反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困扰，所以平常我会先关掉。如果你真的要用，你可以考虑从这边，通常我是用快速键比较多啦，好、哦，然后或者是你在这边点一下，用完了再把它关掉这样子，好、哦，所以我现在这边我先把它稍微缩放一下，大概就可以了，哈、哦，不一定说整张都要进去。那好了之后打个勾，这样就 OK 了。来，画面还给你。那你要画入镜，因为这样不就挡住了吗？对不对？这样就挡住，所以我先暂时把这个收起来，眼睛盖起来就好了。好，那你要画的话，其实我会建议你稍微放大一点，应该会比较好画啦。好，稍微放大一点。那我们的钢笔工具在这里啦。你要沿着这个衣服画，有没有什么太大困难？你也拢袂晓嘿，我用拉的，你会一个，你就点点点点点，就像套索这样也可以完成啊。因为其实以这个范例讲，其实不用做得很精准，因为它那个图有没有，其实不会很就是刚刚好是要符合这个习惯。所以你只要，比如说你从这边，那我在这里会有一个弧度，对不对？一拉，其实有时候我不一定放在转角，我可能会在转角再过去一点，好，所以记得。那这边有没有关系？头发这个没关系哦，你就把它画下，因为你不可能你要这样画下来不好画，你就把它画过去就好了。在这边稍微拉一点点，对不对？其实一般大部分，如果你要画的比较好，通常不会在正转角那个地方，通常会差一点点啊，利用那个差一点点去拉出那个弧度来，好、哦，拉出那个弧度来。那在这边，哎，你就要学会什么？是不是要学会一个按键叫做 Alt，左边固定的，是不是要换右边？哦，安尼我已经无法度讲话。对，就是一样的，钢笔工具就是贝兹曲线，嘿，所以你会发现说，哎，用起来是不是都相同的方式，对不对？好、哦，那这边再弯进来一点，哎，再弯出来。我已经恨不得我的脚再用踩的就好了，不然这样实在是哦。好，那这边其实不用太，这里就不用太精准啊，因为人家是大学生拿着书嘛，哈，你书就不要被人家画上去啦，你参考了哈，来拉有没有？这样一拉是不是有那个曲线了？手没有关系，先让它过去就好了。哎，到这边是拉出来了，这时候要转角了，是不是按 Alt 转上来，上来。如果你有那个闲工夫，慢慢画出这个也可以啦，哈，不是啊，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用遮罩的方式有没有涂层遮色片的方式再去做处理，所以我现在只要有衣服的轮廓就可以解决了哈。好，这个稍微我再弯上来一点点，有没有到这边最后结束，dog，这样就完成了。好，来画面还给你。哎，等一下啊，你要注意一下哦，请特别注意一点，这里我是用路径哦，你别用形状哦，可以啦哈。我们刚刚那个网页上，它因为是用另外一套软体，所以它是用形状的方式画出来。可是我们 Photoshop 不用哈，来。所以你现在做两个动作而已，就是增加向量的遮色片之后，再把那个什么混色模式是不是改成跟我们昨天一样的色彩增值？哦，改成色彩增值。
你现在掏进去之后，难免会有一些怎么样，超出那个范围。因为我们刚在选那个路径的时候，就手啦，或者是有些头发啦，是不是就刚好用到了？那怎么办？来，画面借我一下。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个地方你现在既然有一个向量的，对不对？前面还有没有一个一般的点阵的？有嘛？那我们之前本来就学会这个啦，所以你只要用笔刷。所以它可以两个一起作用哦，哦不是说我用点阵就一定用点阵，向量就向量哦，是用黑色的，把这个地方哦，这先打低，嘿，拉小一点，稍微涂掉就好啦，对不？这样不在手的后面吗？被遮住了嘛？那这个头发这边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觉得说，哎，头发会稍微遮到，或者像这个地方，哦，就是稍微遮到，你就把它弄掉。像还，手这边应该就不用了。像这里，是不是就稍微把它擦掉，对不对？这样就 OK 了，了解了哈。好，画面还给你。这里呀、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个地方。你在点，你会发现图层总共有一、二、三，总共有三个地方可以点。你有点到这里会不一样哦，了解我意思吗？你注意看一下，我点第一个给你看哈。如果你点到是这个，有没有发现上面叫 RGB？你们现在大部分有问题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哦、，RGB 就是我们一般标准模式，所以你也提 bit 来为黑色的，今天黑色的，对吧？今天黑色的呀、啊。好、哦，那第二个，你看我如果我要作用的是这个，对不对？所以要点这个。你其实你可以发现这有一个方框，有看到哈、哦？上面有没有不一样？有。所以你在这边画。就不是真的画黑色，而是决定那个图层的透明度，对哈。好，那么右边呢，一样可以点，点到它这个向量会弄起来，可是它没有特别显示这是向量遮色片，因为它也是图层遮色片。好，可是你可以看到路径这边这个会被亮起来，因为你刚点到那里，也就是说，其实你那个图层遮色片向量的遮色片它。会有一个路径，那个路径会产生在这里，而不是产生在我们的这个图层里面，这样子，这样了解意思哈。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哪一个哈要分得清楚，啊不就是安尼，对，开始三条线，哇，奇怪，为什么我要画而且画不出来？好，所以原则上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这两个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决定什么事情。决定什么？对，是遮罩啊！遮罩的功用要做什么？这两个功能都是一样，叫做决定它的透明度，对不对？决定那个图层的透明度。你看我图层是一个完整的图，可是因为我只想要这一块出现，所以我是画这个形状。那么这个向量的我也是一样，只有白色的地方出现，黑色是我不想出现的，对不对？用这样的最大好处的目的在什么？我有没有破坏原本那一张图？没有，我随时是不是可以回来？不会说因为我真的用 delete， 你如果是按 delete， 那很抱歉的，那就真的 delete。好，比如说我用一个选举法把它选起来之后，我就按 delete， 那个资料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其实你会发现说，以后你在做东西、做作品的时候，我们的最大原则就是希望说你能够保留所有的东西，方便怎么样？以后未来做调整，因为很有可能你做的这个东西。未来客户也好，或者说你自己不满意，我要再做调整的。如果你没有保留什么这样弹性空间，以后只有一个动作要做，叫做重做。这样了解哈。